Hey you guys， 欢迎来到田山的频道，没错，我是你们田山。这次又是来到我们的第九期的创作者阅览计划。是的，田山阅上周是有我们的赛品嘛，然后还有一些活动，那就是延到这一期啊，我们这边才可以拍因为这个时间才抽出来。好的，那我们也废话不多说，一样是从我 YouTube 那边有留言的朋友们，他会把一些他们推荐的频道或者是推荐自己让田山来观看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 Let's go。 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三周前没错，就是三周前有一个人他写一个新字， OK， 新这个人，好，我们先去找一下有没有这个创作者。新新有很多，我再打个决胜时刻看看，我怕我到时候他跑出来的时候跑出太多奇奇怪怪的。我爱打决胜时刻，我爱打怎么都是水鬼，还有以待，还有立个立，哇，创作者好像没有这个人，一堆人叫决胜时刻什么鬼啊？好的嘞，那代表说应该是一个无效推荐的哈，那我就略过。所以各位观众，如果要推荐的话，不要像这个观众一样，你最好把链接丢给我，我这样点进去就可以，多简单啊。好，第二个是梦游做乐乐，乐乐我就知道，我有关注他哦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有关注，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，好，可以看梦游做有没有好友，有没有看到？是一个女性的玩家选手，然后她的生存很顶，然后本身自己特带一个烟枪调，烟嗓腔调。不管如何，我会蛮喜欢他的生存影片，然后我们就找他近期的三部影片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部801公安之术。哦，有音乐放乐，然后有用滤镜，包含歌词。哎，他自己唱的哦。这个就没有版权了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可以啊，顶尖歌手，被游戏耽误的歌手。哦，这个应该不是他自己唱的吧？好友的姻缘之，哦，姻缘之缘啊，哦，这好友的，这还应该是有版权的，这不能放。可惜。好，也是生存的那种击杀画面。又是地唱的，来。这波操作我喜欢。人都来了。哇，感谢观众，哇，这些人从哪冒出来的？对，这个可以让大家去，因为他很爱直播，我很喜欢看他直播，是因为他有时候小唱一下，烟嗓真是不错，很迷人啊。对，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位创作者，这是我们的乐乐。直播间现在过40个人，让他自己唱的，所以可以放音乐。如果是版权，我就回他私问，我说你开版权什么意思？好，感谢我们的乐乐奖同学哈，那这也是大家可以，我可以喜欢生存或者是喜欢女玩家的哈，也可以真的来看一下他的直播的，看看或者他的影片。虽然你看他的
影片数都还没有达标3000，但我觉得啊是有机会的，是有机会的，所以可能更需要大家支持，好，更加支持。所以如果有可以的话，喜欢打生存的，也喜欢看妹子直播的啊，也可以找我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乐乐，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他是直接刷 BR 什么鬼的，我看一下哦。BRALIL 哦。011111, 好好好长。啊，有好友，我看有好友。他叫巴西。巴西。好，一样我们从他后来更新的这三部来看。但我觉得应该有版权，我先把音乐关掉。好的，他前面是先放哈贝奇莎画面吗？他这有用深色的滤镜，如果是一般游戏用这样子的滤镜，怎么找到黑暗处的人啊？好，都是其他画面 ，OK， 单挑，然后也是单挑，好 ，OK， 好啦，那应该是单挑型的玩家，单挑型主播，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看单挑台的话，他有写娱乐收入台，这已经讲得很明确了，那应该是找单挑的。那如果你们有一些单挑玩家，可以的话也可以来找他，好不好？巴西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是 E-O-E-N-O-E-N-O， 这位是谁啊？ OK， 我找一下创作者 E-N-O， 好像这个吗？是这个 EMO 吧，应该没有找错吧。好，那就是这个，确定有决胜时刻的嘛。那我们一样从他的后面前面三部吧，对不起，前面三部这边找。第一部应该没什么哦，这个是名片，万分了，好的，恭喜你。下一个爆破滤镜加抖动，然后慢动作变化，可是太模糊了。画质再更高会好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音乐也可以再选一下，不要再放一些流行音乐了，我觉得跟你的画面有点不太搭。对，好，下一位，加油！你再做好一点，好不好 ？E N O， 对不起 ，E N O， 没错。你再做好一点，我再去看好不好？你如果还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观众也没办法接受，就是大家的品味会上升嘛，对不对？上升之后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 CY， 哇，他流量其实虽然粉丝少，但是他流量其实还可以呢。好，我继续看。哦，自己录的声音哦。介绍枪支，白石战喽！他是自己讲话的。好的。对，就是这么快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拜拜。啊？有免费穿机？还蛮够的。好，第二部影片也是他拿刚刚那个传奇枪的吗？不是，那传奇枪嘞，下一步就没了。好，这是他的击杀片段，两杀。OK， 下一个。好，有放版权音乐，关掉。太短了。
好，反正还有七月有达标，但是他这个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达，有没有办法达标，但是加油，好不好？再加油。那总之，好的，这是失败 ，OK 啦。你刚刚前面这一部影片，我觉得还行。好，关注你啦，西歪。有啦，有至少有在做功课，然后另外是有在帮忙宣传哦。那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值得天山去鼓励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位。但是那个版权音乐还是少放一点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有点太多了。下一位，吉米，吉米是推荐自己吧？吉米。完蛋了，好多吉米哦，有没有决胜？哦，这个吉米啊，哦，这个有拍决胜哦，然后8501个粉丝，我还没有关注，流量也不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三部影片，还有版权乐，但你看他画质是好的哦，哇，光第一个影片就吸引，第一个画面就有吸引到大家了。他让大家知道这边可以穿点。好，下一个，我刚刚要按赞。你要版权乐？慢动作加滤镜特效，转场切换，搭配节奏音乐。OK， 精华，好，下一个，兄弟，队友在干大事，你在那边吐血哦。OK， 好，还行，主要是他都是有把特效的部分，就有点像我以前看蜀尼的影片感觉，但没有到蜀尼那么的华丽，对，没有到蜀尼那么的丝滑，再更丝滑一点的话，就会像蜀尼的时候，他的每一部影片我都很喜欢。但我知道最近很多人跟我讲过一些创作者的一些问题啦，然后有些人是先离开这个游戏，但我是说实话。这个是过程，我也想过这种事情，然后我自己也曾经有过想要退游的想法，一定会有，但最后有时候还是会想要回归初心，我当初为什么玩这个游戏，对的想法的时候，基本上该回的朋友还是会回来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想一下，就是为什么当初要玩这个游戏的想法啦，我觉得啦，个人的想法可能出发点不一样，那我们也不要再多揣摩或多揣测之类的，就尊重他们的想法 OK， 但是如果有他们有回来的话我也很开心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期啦，因为我觉得我时间录的有点久，今天就是第一期啊，反正是第九期了，然后下一期一样我会在 YouTube 那边放东西，然后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请麻烦直接丢连接好不好，如果可以丢连接丢连接，不然就读整个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抖音的整个名字，就是或者是那个小老鼠他的后面几个，这样子会比较好，不然我去找，那如果又找不到我会很尴尬，对，就像刚刚前面有一个什么新的那个就很尴尬。好，不然如何啦，就是这期的创作者我就有看到几个不错的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主要第一个就是自己唱歌自己做音乐，那这一个我就觉得可以，我可以放音乐，另外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在做的东西，你可以一方面宣传的角色直播以外，一方面可以宣传你那个才艺，那自然而然你可能在直播过程之中你这个才艺可能可以吸引到别人，吸引到更多粉丝，那我觉得对你未来一定是有帮助。另外就是你在剪辑上面会有帮忙宣传到枪支新的配件，甚至是有一些目前最新的枪的那些皮肤啊，可能它的一些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改动，我会讲你就可以做这样子简单介绍，我觉得这样子都有帮助。另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会愿意去看的，然后另外就是像这种
技术型剪辑片，比如说你把你的急刹精华，然后把它做了一些特效滤镜，然后甚至是做了一些你自己一个小思维的搞笑都可以。然后这样子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流量绝对也不会差，像精品就做得很好。那我这个我会关注，我会持续的看它未来的发展如何。那势必是让大家可以去学习的榜样，好不好？都这些都是让大家可以去学习看看的，但是千万不要抄袭，好不好？不要内容抄，什么都抄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改变一下也好，不要让别人觉得好像你是文创的。我觉得模仿是好事，照抄模仿这一定会有一点影子的。毕竟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阿神的影片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听田山的开头 ，Hey guys， 欢迎来到田山频道，就基本上就有点像是跟他有点类似的，因为他的那个感觉。因为我后来看，其实不是只有我，国外有很多实况的，他们也是 Hey guys。哎，对，所以基本上也变成说是一个，你要把这个营造成自己一个 slogan 的话，我觉得是有方法的，那就是看自己要怎么去做设计，那会比较好。那也不要里面什么东西，然后的一些问题出现，那我觉得会很不好，也会变成原创作者的一些反应，可能会反应的比较大一点点。那我当然觉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，然后赶快想办法去调整一下。然后把一些问题给处理掉，那我觉得未来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子继续创作下去的，好不好？不管是谁 ，OK， 那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那哎，不是啊，我今天影片到这边了，那就谢谢各位。那未来我的第10期一样会在 YouTube 放那边链接，记得去看。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